小羊藏刀救母。在辽宁大连市有一个马兰村，那里有一家生意兴隆的羊肉馆，可是这家羊肉馆却突然关门歇业，这让许多老顾客非常不能理解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前几天这家店还开得好好的，怎么就关门了？是啊，这家店的生意一直很好，怎么突然关门了？我可是一直喜欢到这里喝羊汤的。该不会是店老板家里有什么事儿吧？有可能。哎，今天特意来喝羊汤的，没想到空跑了一趟。以后你们不必来这家店喝羊汤了，这家羊汤馆的老板改行了。改行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啊，他家羊肉馆开得好好的，怎么想改行了？这还得从前几天说起。大概半个月前，羊肉馆的赵老板从一农户家里买了一大一小两只羊。羊我买回来了，赶紧准备一下，等下就把这只大羊杀了。好啊。这只羊可够肥呀。当然了，很胖的。老板，你回店里休息下，我杀就行了。好的。那个伙计放下刀，转身进屋拿盆子准备接羊血，可是等他把盆拿出来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刀了。啊，奇怪，我的刀呢？我记着明明是放在这里的呀。啊，老板，老板，你快出来看。怎么了？大声小声的。老板，老板，你看这只羊它流眼泪了。啊，卖羊的人曾说过，这大羊是小羊的母亲，看此情形，应该是这两只羊直到死期将至再到临别吧。我出来后发现刀不见了，找到的时候无意间发现这只大羊正在流泪。你把这只小羊牵走吧，免得让它看到大羊被宰杀。好吧。我的刀怎么跑到这儿了？啊，难道是这只小羊为了阻止妈妈被杀而将刀藏在身底下的？我也这样觉得。赵老板以前也曾听说过牛马等牲畜在被杀前流泪的事情，但开羊肉馆已经开了5年多了，他却是第一次亲眼目睹这种事。赵老板犹豫再三，他示意伙计留这两只羊一条生路。几天过去了，羊母子流泪惜别的情景总不时出现在赵老板的眼前，让他心里难安。赵老板经过几天的思考，最后决定关掉羊肉馆，不再从事这个行业。众生皆有亲情，不止人类才有，小羊的藏刀救母不止表现出亲情的伟大，也警示了世人不可因一时的口欲让有情众生沦为刀下亡魂，骨肉分离，进而要学习戒杀放生，爱护动物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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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